ネギはこの手で叩き伏せる。それがレオの使命、それがレオの願い。獅子の歪が吠えて、嵐たちまち誇り戦う戦う。是麦奇二号，正在巡逻中，没有发现异常。佐藤，早点回来吧。啊，队长，正在喝咖啡吧。不愧是前辈，感觉真敏锐。啊，天气真好。嗯，哎，哦，怎么了？你们叫什么？啊，小东西。你们只能待在笼子里了，怪可怜的。哦，啊，你们等一下，来了来了。喂喂，嘿，啊，好久不见。也许是种预感吧，在一个温暖的冬天的宁静的中午，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，将要发生一件可怕的事。这就是M78 星云的 Alt 之星，这是颗一直在保卫宇宙和平的 Alt 兄弟们居住的星球。这是奥特兄弟们的大哥佐菲，这是弟弟奥特曼，这是杰克奥特曼，这是 S 奥特曼。为了保卫地球的安全，奥特兄弟们一直在进行斗争。世界的统治者，黑暗星人巴布尔，快抓住他，抓住这个巴布尔！令人可怕的黑暗星人巴布尔，终于在奥特之星出现了。一直在盯着奥特之星的巴布尔，向奥特兄弟挑起战争了。出事，奥特钥匙不见了。奥特钥匙被偷了，是不是黑暗星人巴巴尔偷的？不是，偷钥匙的是阿斯特拉，雷奥的弟弟阿斯特拉。奥特之塔的火焰到底是被谁弄灭的？那把控制所有能源的奥特钥匙又是被谁偷走的？现在，奥特之星离开了轨道，在宇宙空间无规则的滑行。
哥哥们，现在情况紧急，把叛徒阿斯特拉杀了吧！尽快把奥特钥匙夺回来！我们的奥特之星正在向太阳系飞去。怎么了？奥特之星冲过来了！快查原因！雷达呢？雷达也失效了。嗯，我去查查。乱套了，怎么回事？仪器都乱套了。尽快恢复正常。好的，把雷达有关的电源都切断。现在怎么样？不行啊，原因不明啊。问一下宇宙监视所。嗨嗨。检查雷达。嗨。启动备用雷达。嗨。启动完毕。有图像了。宇宙监视所，宇宙监视所，我是麦克本部。宇宙监视所，有回音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有。宇宙监视所，宇宙监视所，请你回答我。没回答，通讯中断了。是吗？图像模糊不清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几个符号，像是个签名。是个签名。队长。不，没什么。哎，佐藤，去录音间监听。哎，我马上去。梦圆，伟天，准备监听。好的。奥特之星的奥特钥匙被偷走了。是谁偷的？奥特之星失去了控制，闯入太阳系。到底怎么回事？雷达屏幕上我看见奥特的签名，阿斯特拉要来。啊，我的弟弟。好啊，那就别担心了，我们两个人的力量合起来把奥特钥匙夺回来。偷奥特钥匙的人就是你的弟弟阿斯特拉。不可能。我没有胡说。你胡说，阿斯特拉不会偷的。队长，奥特兄弟在追赶你的弟弟阿斯特拉。作为哥哥的你必须把奥特钥匙夺回来。奥特兄弟们正在瞪大了眼睛在看着你。看我。为什么看我？恶魔附身在你的弟弟身上了。雷奥，你弟弟该去澄清事实。塞文，你这是……别说了，雷奥，我相信你。塞文，你的阿斯特拉会把奥特钥匙当武器用的。奥特钥匙？嗯，我曾经看到过奥特钥匙被当作武器用。我看见奥特之父攻击可怕的恶魔之星 The Monster 的情景。当奥特之父举起了那把闪闪发光的奥特钥匙的时候，那个恶魔之星的蒙斯被击得粉身碎骨了。
黄源，准备出发。嗨，队长，什么事？收到了宇宙监视所消息。是吗？快去听听。情况很紧急，倒带，重放一遍。哎。闯入太阳系的神秘星球正在 XK004S 轨道运行，并逐渐向地球靠近。大约在14:26，地球将会受到影响。还有8分钟。失去奥特钥匙的奥特之星，会不会成为地球的恶魔呢？阿斯特拉，哥哥是相信你的。在宇宙的另一端，黑暗的星云中有一块巨大的像谜一样的冰块，这巨大的冰块是怎么回事呢？东西，我要出门去了，再见。真是奥特之星来了。地球将被消灭，175个小时以后，地球将被消灭。混蛋！1月3日，就是7天以后。这电脑是疯了吗？麦克本部警报，从监视所来的信息说，由于受到外力的影响，火山已经爆发，各地受灾情况相当严重。电脑疯了。250公里内，队长，麦奇3号随时准备出发。80米的速度不断扩大，紧急警报，麦克队员做好安全疏散工作。紧急警报！紧急警报！7奥特曼，没有时间了，奥特钥匙再不赶快夺回来，奥特之星就要猛撞地球了，快去抓阿斯特拉！
走。阿斯特拉来了。阿斯特拉，从阿斯特拉的手里把奥特钥匙夺回来好吗？等一下队长，我去跟阿斯特拉说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看那儿，如果不从阿斯特拉的手里夺回钥匙的话，那么七天之后奥特之星就会毁灭地球。七天后，地球正在发生海啸和火山爆发的灾难。听着，拿出奥特精神，向你的弟弟阿斯特拉夺回奥特钥匙，行吗？阿斯特拉，风云，意念。马上变身为 Leo， 阿斯特拉，凤元，你在干什么？Leo 哥哥，我好难受啊，我动不了。Leo 队长，请你停下来。凤元，队长。凤元，你疯了吗？啊！队长，我们别打了。凤元，放手，快放手，快放手。雷欧哥哥，雷欧哥哥。意念。住手！呀！雷欧哥哥，快救救我！雷欧哥哥，雷欧！哎呀！快住手，雷欧！阿斯特拉，你不要紧吗？先等一下。阿斯特拉，奥特之火是你弄灭的吗？是你偷了奥特钥匙，让奥特之星出故障的吗？
的钥匙交出来。阿斯特拉，为什么不回答我？雷欧，再不叫钥匙，我们就要杀死阿斯特拉。请等一下，给我一些时间，再等一等，拜托了。这不行，拜托了，没有时间了。阿斯特拉，最后的警告，哪怕我把命赔上，也要保护好阿斯特拉。这不行。那好吧，都回来。请住手，请住手。啊，雷欧哥哥。失去控制的奥特之星将要成为地球的恶魔了，地球的末日即将来临。那么，这块巨大的旋转着的冰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